那些失踪的武者都被抓去血祭神龙台了，血母崖形势果然毒辣。 守了几天了，也不知道血祭什么时候结束。今日血祭完最后一批武者，圣龙台就会开启了。可惜那几个女武者，什么人？管他什么人，拿下洞穴血祭！果然被人动了手脚。当时与我联络之人就是他。回到云殿后，我会调查此人。 朵烟，你随我一起回云殿。我可以承诺，只要我与殿主还活着，定会护你周全，绝不会让你落入崔邪手中。有劳玉婆婆了。去吧，你哥哥也在云殿，不必担心太多。多谢玉婆婆。 前面就是西域了，我们还是步行进入比较好，以便调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罗真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 不好，这囚笼能影响真元传输，必须加强真元，不知道这小子的身板扛不扛得住。你小子刚才的猖狂劲儿去哪儿了？你不起来，帮你起来！有铁网阻碍。 竟然还能用出如此浑厚的寒冰真元，只有可能是内位。你小子有点本事，居然能跟上我的拳风！接下来就看你跟不跟得上了。不可能，一个先天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是你太菜！ 罗征，你这会儿怎么怂了？接着嚣张啊！这主不凡的枪法确实迅捷刚猛，但后劲不足，正好试试昨晚修炼出的万煞生死轮第一层绝杀轮。<笑>今日你送上门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好。
绝杀轮。什么招数？竟然瞬间破了我的枪意。这煞气功法倒是挺适合他，有点意思。可恶，糟了，失控了，天煞剑道，去。蛮帝，到了云殿，你可以用这个联系我。前面就是离开秘境的传送门，你出去后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血魔功传承一事，也不能向别人透露是你带我拿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既然你都悟了，那就赶紧走吧。那我们云殿见。云殿见。这次试炼消耗了太多真元，这个第一我拿定了。第一个出来的肯定是卓公子。罗征见过各位长老。我卓不凡第一。你答应分我一半传承，不会食言吧？哼，我不是你这种小人。合作愉快。这空间的机关压制了我的实力，现在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，不如先让他们解开机关，再好好收拾他们。奇怪，这头蛟龙精魄竟然没有再攻击了。不来正好，等空间重组完毕，我再好好收拾它。